好，那下一首歌是，也是我们之前的歌啦，嗯，就是一首老歌，老歌，然后很难唱的歌，就是高风险会破音的歌，所以我必须喝口水。Finger Crush， Finger Crush。Maybe I will crack my voice. 今天其实我们现场的观众非常的国际化。今天有来自美国的朋友，然后有香港的朋友，还有日本的朋友。哦，对，还有日本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还有哪里的朋友吗？桃园的朋友。桃园的朋友。那就来喽，这首歌叫做 Why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可以了。你还减速，你要害我。丢来了，不得不减速了。不得不减速啊！好，来。